爸，别骂嘛！啊，是我。嗯。江龙。哎。哎，哪借来的车啊？哎，借啊！你太小看我了吧？这是我自己的车，哎，怎么样？不必了吧？你自己的？当然是我赵家龙的车子了。哎，你未满18岁，阿姨怎么可能让你买车？啊。我老妈，她当然有100个理由来反对了。不过，我老爸他驮战车票，我老妈就没话说了，对吧？哎，上车吧，送你回去。啊，这点速度去吓到你了？哎，你没有看到我跟我那伙朋友去飙车的时候啊，这人呐跟车就像飞弹一样，咻一声啊，就几十公里，哇靠，爽歪！哎，别让你妈担心好不好？我刚才看见阿姨，她瘦好多。没办法，不吃不睡的。 不是到教堂祷告啊，就是去算命。最近还在研究什么紫微斗数，还有什么风水，在……哎呀，总之啊，最近变得好奇怪，我爸也不给他钱了。为什么？怕他迷信过头，会乱花钱吧。阿姨好可怜啊！哎呀，不管怎么样，你要好好孝顺阿姨，多陪陪她嘛。我也觉得她很可怜啊。 只是我爸他怎么样？我爸他虽然没有明说了，可是我感觉得到，他不喜欢我接近我妈。什么？你爸不让你接近阿姨？好奇怪哦。可是你爸不要你接近，你就听他的。哎，没办法，谁叫他是我的财神爷啊？他是土地公啊，有求必应哎。 得罪他，对我没好处。我警告你哦，你回去要好好孝顺你妈，不然的话，什么呀？怎么样？小心有人把你妈抢走！哼，谁抢我妈？笑死人了！奶奶，奶奶，我回来了！奶奶，奶奶，奶奶快进房啊！奶奶。 好香哎，好香啊！嗯，奶奶擦了香水啊，因为你回来了，想让你多亲亲。哦，这么说，我可要多亲几下喽。哦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你要再亲呢，奶奶的老人斑都亲出来了。哎，奶奶，嗯，怎么你在做饭？喝水呢？和沈陪着你平移去试试结婚礼服。哎呀，好了，去把衣服换了。 然后洗洗手，我们就要吃饭了。好，快去。不要啦，你去休息。来做饭。哎呀，奶奶坐，奶奶坐，你乖嘛哈。哎，你再不听话，小娟又要亲了。嗯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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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让你坐，我让你坐。那奶奶去休息，你跟我好好表现表现。是。哎，奶奶，佳佳回来了没有啊？人是没回来，电话倒是打回来了。他说，跟同学看电影，不回来吃饭了。这个佳佳呀，就是贪玩。哎，奶奶，其实佳佳很少看什么电影啊。 比起我那些同学啊，佳佳真是太乖太好了。好了好了，你呀是永远护着她，净帮她说好话。还在洗啊？干好了。
怎样？你真的长大了？没有啊，我没有长大。还说没有长大？你看看你那种小丫头变个小美女了。没有没有啊，因为如果我长大，你就变老啦。啊？可是你还是那么年轻啊。那你认为何叔该多老？头发都斑白了，齿牙动摇，弯腰驼背，走路还得拿个拐杖。何叔今年不过才40岁。没有啦，我只是觉得你一直都是这样，一直都没有变。哦。其实就算你是很老很老，我也可以扶你照顾你啊。话不要说那么的满，等将来你长大有一天呢，交男朋友什么都忘记了。怎么了，小管家婆啊？我不要交男朋友，也不要结婚。为什么？结婚太可怕了。像我爸、我妈，他们不该结婚的，更不该生下我。我要去做功课。知道这些年来，因为你爸跟你妈的关系，造成你心里很大的阴影，让你对婚姻呢产生很大的恐惧跟疑惑。不过婚姻有好有坏啊，有幸福的，有不幸福的。像你何叔跟你何婶不是过得很幸福吗？嗯。现在当然很好，可是不能保证永远啊。你现在还小，等他将有一天呢，你遇到一个……我什么都不会遇到。而且我也不小了，何叔，请你不要再把我当成小孩子看待，好不好？啊，我们不谈这个，换个话题。啊，对了，你今天问你阿姨，阿姨最近好不好？不好。阿姨看起来好憔悴，好瘦弱。听嘉文说，姨父不但不理她，还不许嘉文接近她。怎么会这个样子呢？你姨父个性虽然怪怪的，总不至于做出这种事情啊。他有悖常情啊。真的真的，你要是亲眼看见他，你就会相信了。嘉文还说，阿姨常去教堂祷告，可是又常去算命什么的。阿姨真的好可怜，好寂寞。何叔，你帮帮阿姨嘛。这恐怕很难呢。你知道吗？你姨丈这个人跟你爸跟我都是老朋友了，可是他的个性很内向，又有点孤僻，对事情的处理方法主观又很重，他想怎么做，别人很难改变他的决定的。看样子是没有人可以帮得了阿姨了。你看吧，我说的没有错吧？结婚不要好结果的。小娟啊，以你这个年龄呢，把书读好是最重要的，多充实自己，其他的什么都不要管，什么都不要想。也许将来长大了，思想成熟了，相同的事情有不同的看法，说不定啊。不管我多大，嗯，不管什么事都在改变。我只要跟何叔在一起就好了。说的那么好听，等将来万一有一天真的有男朋友，何叔想拉都拉不回来。不会不会，我不会离开你的，也不会离开这个家。何叔，何婶还没有回来，我给你放洗澡水啊。哎哎哎，不要不要不要，何叔自己放就好了。让我学着照顾你嘛。还有，我得给奶奶泡杯牛奶，然后晚上睡得舒服一点。乖。嗯。
又懂事又乖巧，真惹人心疼。